好，同学们，这一节呢，我们就开始画鸡。这个鸡呢，是我的风格啊。有的人都知道我画鸡呢是专长。那么这个鸡呢，其实我画到这个程度呢，也是不容易的。我是在整个的人生的历程中呢，对于画鸡呢，我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啊。特别呢，我呢也养鸡，过一场鸡啊，同时呢。画速写，但是我这个速写呢，这个画好以后呢，用在那个戏子上呢，其实人家评价我是你吴鹏这个鸡呢，是速写加书法，因为我有书法这个功底，我写那个章草啊、狂草还有军文，把我这个书法的功底呢，结合起来，在我这个速写的一种笔触啊，速写的笔触比较灵活的。啊，但是呢，看起来呢，根本不像速写，啊，已经提炼成一只鸡了，啊，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啊，鸡呢，我们在等到在这一幅啊，这幅呢，我们已经编在这个画布上了，那是几个小鸡啊，小鸡呢有黄有颜色的啊，也有白的勾线的，也有墨的啊，那么我们先从黄的开始啊，我们。在这个藤黄的颜色笔上啊，蘸上一些扎实啊，扎实呢，再放一点墨啊，再放一点那个朱标啊。我们先从它的头部开始啊，先啊，我们分两头呢，分两次性画啊，一个呢，它这个头颅是分开的哎，水分呢多一点，重一点，怎样啊？露出眼睛啊，这样好了以后呢啊，接下来呢，我们在他的臂上啊画了他的小的翅膀啊，那么蘸一下水啊，蘸一点藤黄啊，蘸一点扎实那么在他的胸部下面啊，开始用笔画起来那么再用藤黄啊。扎实加墨啊，怎样呢？加上生的小翅膀那么这样好了以后呢，等一下呢，我们这支笔上呢，再用藤黄喷一下，那么在它的后的屁股上面，我们怎样写上一笔啊？画它的小体好，那么再用墨啊勾出。他的眼睛，他的嘴巴，那么我们这个闭上了，还有颜色啊，补上他的下巴这里呢，后面呢，我们用一点厚重的枯笔，这里呢，扫上一笔，扫上一笔呢，变成他那边的翅膀。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啊，这个小鸡呢，形态出来了。那么我们用胶墨啊，画成它的三角，这里一张。你看我这个胶呢，好像写经文一样的，不是尖的，很抬的那么这个画好以后呢？我们等一会小的鸡冠了，其实小鸡呢没有鸡冠，但是我呢一定要把它，加一点红的鸡冠，这样呢有点味道，你看啊，这里加一点红的，加了红的鸡冠以后呢，我们呢再加，用那个石榴，在它的耳朵部分呢，再点上一点，这样呢起到一些辅助作用，这个补色了，那这样一来，他的眼睛就出来了，精神就出来了再用墨笔画后面这一只白的小鸡，其实我这种笔触呢，有一种好像画速写一样的，但是我已经提炼了，我这种笔呢已经有一种抒发的一种笔意在里面，
看一下啊，整体看一下啊。好，那么我们再加上它的胶啊，它的胶呢，我用毛胶的，这里用毛胶。那么下面呢，用浓一点的笔画上胶啊，眼睛再补上。好，那么他的眼，他的机关呢，用做扎实，哎，小小的机关啊。那么同样呢，也放一点，石榴，好，这个小鸡好了啊。那么在上面呢，一个小鸡在奔下来，奔下来呢，我们也是用这支笔啊，这支笔呢。有藤黄的笔啊，扎实也有。那么我们再一点墨啊，墨多一点。那么在水呢也要多一点。这里呢也是两次性。这一半，停留一下，脑袋出来了啊。那么在这里呢，用的水啊，颈部这样一边，哎，再这样一边。它的鼻孔出来了啊，一个翅膀，出来。好，那么它的下巴我们再补上一遍啊。好，我们用墨笔啊，画上眼睛，在下面的一只小脚出来了，这里还有一只脚，这个脚呢它是单起的，在奔过来的样子。那么我们呢用一只长锋的狼毫，用花青呢画上一根手镯。你看这个笔呢，我基本上是用侧锋的，但是这支笔呢还是竖起来的。慢。下面呢，点上一些小草。等这里稍微干一点呢，我们画一只黑的鸡。黑鸡呢是在这个桌后面，这个眼睛在这里，这个眼睛在这里，这个是嘴巴，那么用很浓的笔，也是两笔，这里一笔，这里一笔。你要这个花青的桌子呢要留着，其实这种画法呢是晚清的仁八年的一种画法，好，一只黑的小鸡啊，在小桌黄的后面啊奔过来，这里一个小的脚，好，我们画上小小的机关，
再到了边上，底上两滴溜的，好，这幅画呢，看一下啊，整体看一下，好，就结束了啊，我们接下来再画一幅啊，好，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再画一幅小鸡，这幅小鸡呢是一群小鸡呢，它这个结构呢是都在交叉在一起，很有连贯性的，那么。有黑的，有白的，有颜色的啊，我们都建在一起。那么我们从前面先画起啊，你看这一张呢是这样的，这一张是这样的，这一张是烧蜡笔，这一张这样，这一张这样，有变化，所以呢已经处理好了啊。那么这在画布上也是这么一幅啊。那么我们先从前面画起啊，前面呢我们这个木屐呢，我们用大笔也可以啊。这样一笔，好了以后呢，那么再这样一笔，笔可以重一点，让它水分呢生化开来，这样一来，这样一笔，这样啊，那么就是这支笔了啊，就这样再下去，好，那么在这里一笔，好，你看我这支笔呢就是一次性。怀正啊，那这里再补一下，一点枯笔啊，再补一下，可以。好，那么就拿这支笔，因为水分很少了，干了啊，那么再一点浓墨，把他的眼睛啊，把小鸡的眼睛啊跟嘴巴，补上啊。接下来呢，我们画上他的腿跟脚好，我们就用这支笔啊，在这个这里呢画一张白的小鸡，先把眼睛画好，嘴巴画好，把它头部画出来，这样，好，画好以后呢，马上就是这支笔，把脚画出来，把他的眼睛黑一点的画好，好，那么这里呢，要拿一支颜色笔了啊，藤黄笔再上一些蜡色、朱标再放一点墨这样一个，那么从这里开始画啊，头部向着那边，就这样那么这支笔再拽过来，叠到这里来那么再用笔用一下，这样让它生化开来再画一笔它的屁股我们再这样它的蹄，好，画好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呢补上眼睛嘴巴，好，在这空格的地方呢，我们用清水润一下这是带黄的笔那带来的补充一下在下巴这里留的空白呢，我们稍微把它深化一下就这样可以了那么把它的小体呢加上两边变成这节啊。好，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用这支大笔，大笔呢还有一点墨，那么就在清水里面混一下混一下呢，我们用淡墨的基这样一笔，这样一笔，让它生化开来那么这里一笔，这里一笔，这个缺口呢留了，我们画眼睛跟嘴巴那么它的鼻在这个地方，好，
那么再用一点椒末，哎，在这个地方呢，稍微啊，一来变成那它的翅膀了啊，哎，这个地方呢要海浸一下，好，那么画上眼睛啊，眼睛呢用手摸一下，哎，不能太湿，湿了就模糊了。好，我们画眼睛，眼睛呢，它是有的1/10 cm 的，怎样呢？眼睛补出来了。好，眼睛补出来以后呢，啊，这里呢稍微后面呢稍微露出一个小体，哎。露出一点点，可以了。好，那么它的鼻孔啊也出来了。好，这一张好了以后呢，从这里崩过来的啊。那么这一张呢也要有点颜色，有点墨啊。那么我们就在黛的藤黄的壁上啊，沾了一点墨啊，沾上一点墨调一下啊。好，那么啊，奔过来的病呢，我们这一边呢就是这样来了啊，头啊，这样我们从这一边的扫上几遍啊，那么这里让它箍好了，箍呢，我们这里好用湿笔了，有箍我们可以用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蹬一下啊。好，枯湿，那么这里看起来呢，还要用枯的，不能用湿了，必呢把它挤挤干啊，挤干了以后呢，我们稍微沾一点颜色沾一点墨调成呢深咖啡的样子深咖啡的样子呢，在这里呢，你看这里呢，你要很快的沾一遍这样一边呢，好像它的翅膀呢已经扩开了，这样逃过来一样，就这样，很松灵的啊。这里呢再补上一边可以，这样。那么把它的眼睛画出来，嘴巴，那么下巴的这个地方呢，也要补充一下。好了啊。那么，把它的前颊啊、后颊啊、前面一只颊啊，绷得横在前面，这只颊呢待在这个肚子下面，怎样呢？很急的，你看膝盖的这个地方没有连起来，但是不管，就都是两只犄角在绷，这可以离开一点哈。我们整体看一下。好，我们这一份呢就结束了啊，再会一幅。同学们我们看啊，这幅图呢是两只小鸡呢，比较大一点的小鸡呢，是已经在换毛的小鸡这种小鸡呢是比较难画，但是呢也挺有味道。为什么呢？在他这个画这个小鸡这个时候呢，你看都是枯湿浓黛，在枯湿浓黛的变化中。我们得到一种情趣，所以有时候这个小鸡的形呢，我们放在粗远地方，主要能顾到那个枯湿浓淡，上面是浓了，这里马上枯了，马上淡了，那么这里呢是用点多的，那么这里用勾的，这里比较深的，这里淡的，在这个浓淡枯湿，这就是阴阳的一种变化，你掌握了这套模式以后呢，你画其他的鸟类也比较方便了，那我们来画一下啊。先从那只高的一只雄的小鸡开始头上这是一边雄的，下来颈部这样箍一下箍了以后呢，那马上用湿笔用湿笔补充一下好，那么这里呢它的一个翅膀的骨骼里面那么我们。
带的呢，我们再用椒末好，它的翅膀出来，那么这里融了，那么这里马上带，马上屁股也要带下来，一定要带。好，绒带枯实出来了啊，那么这里呢，提了因为它这个鸡的形态呢，其实是不成文的，你就是这种结构啊。那么好了以后呢，那么你这个机体呢一定湿，那么这个架呢，我们可以画粗一点，你看啊，快一点，但是快呢也要留得住，好像毛脚鸡一样的，这两只鸡啊，那么把眼睛先勾起来啊，眼睛呢？嘴巴，那么他的脚呢，稍微浓一点表情呢，这样，你看我这个脚呢，它的用笔呢，好像写经文一样的，机关呢，你。这种小鸡呢，不是听孔的，那么你用扎实啊，拼一点朱标，这样啊，扎实朱标，眼睛边上啊，这样，那么再用六的，16的边在眼睛后面点上一遍，起到补色作用啊。那么它的嘴巴呢，可以用。带黄，带黄的，要留一点白，好，可以了。那么在边上呢，再画一个小鸡啊。边上这个小鸡呢，我们也是用大笔来画的。好，我们呢，在这里呢。先画上一只眼睛，嘴巴呢，也不放，向下，那么这里呢，这样一笔带的啊，那么它的体部呢，这一笔啊，这里一笔，枯，那么上面湿了，这里枯一点毛尖的，那么我们用稍微浓一点的笔。可以了。眼睛补上啊，再补上，稍微有点微微的红啊，鸡冠，微微的红，它的嘴巴呢？稍微的黄，再点上一点六，起到补色作用，好，可以啊。那么我们在上面呢，提上字，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啊，同学们，我们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呢，就画母鸡跟公鸡了，再会。